刘院长你好。你好。我问一下，我是64年的龙，女的。请台长帮我看看图腾。你想看什么讲吧。哎呀，我最近这个运气经济方面有个难关，有个坎过不去，看看怎么回事，能不能过去。啊，你的嘴巴，你过去的口业造的太多了，你的财运、哦、你有一点点财运都被你嘴巴漏光了。你这个人的嘴巴很不好啊、哦、你经常要讲人家不好的，你好好忏悔啊。哎，我忏悔，我忏悔。哎，你这个人真的这个嘴巴非常不好啊。哎，你告诉我怎么办了？你现在到果来了，说怎么办？我跟你说，你很多事情全是你自己嘴巴中的因啊。哎，是啊，啊啊，那我知道错了。你太太，你要忏悔啊，赶快念忏悔啊，还要给人家念姐姐咒。啊，姐姐咒。哎呀，那你看我身上有没有灵性啊，太太？有。啊。有一个鬼啊，黑影子啊，很吓人的。哦，对，我有的时候做噩梦。做噩梦了，他盯住你啊。啊。那我在念那个什么呢，念小房子。对。给我要经者。赶快56章。啊。56章。56章，我的要经者哈。对。啊，那你看我那个打开的孩子念不念走，我给他49章小房子。几几年属什么的？64年属龙的。还在啊，还没念走。我跟你说的，你的外缘很不好，我已经警告你了，你的嘴巴真的很讨厌的，所以你借钱都借不到、哦、人家都不愿意借给你钱。嗯，哦，你自己做人呐、啊、做人要做得好啊，听不懂啊、哦、哎呀，哦，懂。哎，那我这个那个打开孩子还得多少张小房子？你打胎的孩子还要27章。27章哈，好的。哎，你好好求求观世音菩萨，好好求求、啊、好好求求观世音菩萨，说帮你躲过这一关。你这个人呢，你真的很肮脏的。我看你这个图腾嘴巴里吐出来就像粪便一样。你过去啊，肯定骂了人家很多烂话呀。你真的。哦，你自己怎么不感觉的啦？你到今天我现在跟你讲的这么严重，你怎么不当回事的啦？我忏悔，我知道我在念那个礼佛大忏悔。好念呐，很脏啊。每天念5遍。不要去挑拨呀、啊、不要去说人家不好啊，会有报应的、听得懂吗？我听得懂。哎，他说你给我看看，我跟我老公我俩怎么总犯犟，差了差6岁，他是58年的狗，是怎么总喝不到一起去？你们六冲啊，犯六冲、啊，哎，犯六冲，就是啊，他嘴巴还要讲，连台长要讲话，他都要把他挡住，哎，真的，哦、念姐姐咒啦，好好念姐姐咒啦，每天念多少遍姐姐咒？49遍行吗？我每天嘴巴已经讲的了，已经给你报应了，嗓子都讲不出来了。你再这样乱讲话的话，以后你会变哑巴的，你听得懂吗？哦，好，不要再乱讲了，连你老公你都把他骂得一塌糊涂啊！哎，你自己的老公你骂出去，你丢脸不丢脸呐？哦，我错了，我知道错了。你不像个人呢，真的，你真的怎么学佛呀？哎，你像你这怎么上去做菩萨呀？我无语了，我真的无语了，哎。好好改毛病啊、哦、要真的彻底改啊，家和万事兴啊，看看我、啊、看我，你去算命去吧，不要找我看了，看看我。那你看我这个关能不能过去？这个不知道、嗯、我就对你彻底丧失信心了，讲到他现在要改毛病不改，拼命的要过这个关，过不去，过得去没有用的，靠你自己修的，你
自己关过得去过不去，你自己心里最明白，你还问我啊？你自己这个关过得去过不去，你还问我啊？你现在已经这个样子了，你还过得去啊？你不靠菩萨，就求菩萨的话，好好改变自己。菩萨不给你的机会的话，你怎么过得去？你讲给我听啊！你怎么这么没智慧的啦？是，我知道，说错了，知道错了。那真的。台长，你看看，台长真的，他们呕心沥血，真的帮着你们这么讲，还要被人家骂，我真的真的无语了，真的，怎么这个样子了？这种人真的。啊，谁骂台长了？我。不是你呀、啊，你。哦哦哦。你骂都没用。好了好了。